官顿翻嚟有咩回报咧？有冇改善到咧？佢都系话我同佢讲话，即系话咁难赢你都赢得到，系啊，得我一个可以做得到啫。究竟潘顿搞掂边一只难赢嘅马头，唔得连马斯六爷罗夫全咁开心咧？咁呢匹马就系星期日沙田日赛跑第五场山班草地1200米嘅朝五万九啦。六爷就话呢匹马过往跑来非常抢口，又流于均速，一出头就四围望，所以佢就请冠军骑师潘顿骑呢只马。结果潘顿冇令六爷失望噶，呢匹大白臂马沿途居中，转入直路弯先开始发力，直路就长驱直进率先冲线赢马。赛后未见招五万九马主黄志祥家族成员尼拉头马同捧杯噶，净系由罗富全同佢嘅仔仔罗俊乐加埋乐仔女友 Karen 上台颁奖。但原来大家之后要改口啦，因为乐仔上个星期四生日就喺晚餐庆祝期间成功向 Karen 求婚。据知乐仔同 Karen 打算出年五月结婚，六爷将荣升为老爷，将来大家见到 Karen 都要嗌声罗太啦。全新苹果马网五大赢马武器缺一不可 ，Fact Check 马圈资讯，齐上齐落 ，Full Gear 送上。苹果马网反对通知书，有料一定赢。